刚才打超多伤害，这轮打超过2000点伤害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那个恶魔是 T 一种族的时候，就那个大眼还在三星的时候，你的手下很认真干。我记得那时候打过一个比赛，然后你如果玩到废角的话，你就硬玩恶魔。对，那时候唯一的方法是加入他们，不然就是你要愚人天狐之类的。你回来了，哎，这但要赢就得敢花，多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。安啊，艾伯里斯特。哦，我叫奇诺。哇哦！哇，直接活下来！你的手下很认真干活，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啊 ，Clinstone， 你准备好账号了吗 ？Clinstone， 你准备好雅虎账号了吗？平手，嗯。这个其实已经会被这两个 buff 过了，所以已经会产生四个意义了。可惜啊！感觉应该是玩龙吗？是我的话，我也会选他。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。我的一面比你。
哇塞，你还真的有，太扯了吧！哇，太猛了吧！啊，不就好险我有防。哦，那个要贵宾证吧，要贵宾证才看到。我还在想说，搞不好一骰可以拿到这个。谢谢你，鲍勃，可以用2500金币啊。嗯，哇，他有已经有这个哦。哇，这样解比较难绝。这样我还蛮想升星的。话说，一般来说，大范应该会卡在四星哦。比较对啊，一般大范好像会卡在四星。很赞！这就是个正确的战术。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应该是哪个章啊？赞！鬼母 carry 呀、啊！看鬼母真的好 carry， 他、啊、应该死了。嗯，前四。拿不了，拿不了。我只是在刷这个能力而已啦，某种程度上。天哪！还有一刷，感觉拿这张比较保险呢。
看他完整展开。不会输。OK 你还真行呢，多来点手下是个好主意，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哦，好险他没有演化出死亡之身，干应该死了。哦，我还没死啊，我其实没死。看我圣盾，啊，撞错了！好，这样还是没有死，这样还是没有死。我要找毒吗？我要找毒跟盾。值得吗？好像值得吗？冰儿就知道了，三笑。哇，这是OK。他死了吗？他没有死。打死人！打死人！打死人 ！OK。很认真干活。哦，这一局没有鱼哦，所以他不会拿到毒哦。那好像应该要给他涂。嗯。他这百位为什么觉得怪怪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应该没事。五百多。
干，那打超多伤害，这一轮打超过2000点伤害。哦，他转龙了，应该打不赢他啦。他有金战斗大师，所以我们几乎一定要上毒。哇靠！大爆炸！Oh my god！ 大爆炸！还好啦，第二名。这是一个没有卡雷狗斯的龙啊，不过这一局也没有鱼啦，所以才会这么和平啊。